咁輕鬆嘅？點解？梗啦，因為我啲歌嘛。呢個係夾夾版芭蕉扇。係啊。公眾要嘢做咩啊？點知你啊？芭蕉扇出得越嚟越多款，但边一款最实用呢？我就揀咗三款风扇嚟比拼下啦。两款有手柄，拎上手就方便啲。夹夹板仲可以安装金属支架，唔使揸住都吹到。夹电脑得，夹书台都得，仲可以夹喺皮带度添。哇，好热啊！高达，帮我吹下。好啊。喂，剑格。哇，好长啊！无论是暴风板或者伸出的手提板，都会因为后座力强，所以放在张台上面会移来移去。但夹夹板呢，就会有这个金属支架，可以固定在某个地方，相对上就稳阵啲啦。三款里面暴风板最劲，但其实 S510 不算差好多，反为手提板就明显冇咁大风啦。如果出出下街，啲排风风扇冇晒电，唔知道可唔可以用尿袋顶住先呢？三款里面得夹夹板可以用尿袋直推，甚至里面冇电池都吹到，而其他两款就要等充电啦。三款里面虽然夹夹板有金属支架，但重量都是最轻，所以重量都是夹夹板胜出啊！试咗咁耐，三款都各有优势，我自己就最中意呢一款啦，因为我觉得佢嘅设计最贴心。首先咧，佢呢个金属支架可以夹喺唔同嘅地方啦。另外，佢呢个滚轮式去调校风力咧，我都觉得好方便，因为咧想夹几大风几细风都得嘅。换生活，乐科技 ，Unwell-K。